快快快，腰背挺直，不要偷懒。熊，你在干嘛？快，死熊，不要偷懒。这是哪里？这里是一个遗弃了50年的信号站，一般的卫星定位是找不到的。要取得银河之书，必须经过这里。其实我有一个坐标。哎，看那儿，我们到了。目标已锁定。莫非你就是银河队长？你是？保险高级职员，想要带走这本书，除非你能证明你就是银河队长。你想怎么证明？只要你能说出这本书的使用方法，你就可以带走它。想要打开这本书，需要一个很复杂很复杂的程序。啊，对了，不仅仅是这儿，你还要通过。就是这本书的使用方法。体力不行，不如我教你啊。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，时代在召唤。预备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，伸展运动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
四二三四五六，四肢运动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六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七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九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十二三四五六七，停。首先是深呼吸，调整呼吸运动进行准备吧。脂肪分解动作左右各两次，伸展运动的效果。一边呼吸，慢慢的伸展上半身吧。手臂像海浪一样波动，滑向侧面，达到肌肉锻炼的效果。注意膝盖，不要超过脚尖哦。腰按八字形扭动，大腿肌肉和腰大肌也要动起来，腰扭起来吧。身体大幅度运动吧，和你的朋友全身水平扭起来，有氧运动才有效果哦。然后再一次深呼吸，调整呼吸，为下一次做准备吧。分解脂肪动作，快节奏，四次左右。燃烧脂肪，提高有氧运动的效果。继续快速的进行，注意不要停止呼吸。劈柴一样，手臂上下的落下，尽量用慢动作进行。用 S 型画，这可以锻炼到大腿部分。努力不懈地分解肚子里的脂肪，轻轻摩擦腹部，辛苦啦！想要好身材，就赶快加入银河舰队吧！我是韩鱼儿，我是钟建辉。Thank you.